标记不太会重组的呀。哎呦，只有我那个什么，今天运营帮我发微博了，刚才只有微博会跟标记抢左手呀。微博给标记开的价格是今年是1.5倍，你就这么理解。那工资帽那个文件我不是发给过你吗？啊，那微博给他开的是今年工资帽的1.5倍，其实也没多少钱。那我是他，我肯定留 BLG 的。他如果去微博，我就觉得太嘚了。那4000万那年他都没去，他为了这点钱去微博，那又夺不了冠军。我是他的经纪人，我肯定跟他说，我说你拿个世界冠军，公司能帮你多挣1亿，你为了这几百万去微博干嘛？那呼吸怎么跟冰比啊？那比都比不了啊。你带呼吸怎么拿世界冠军啊？开什么玩笑啊 ！IG 不是你不是跟他们说过了吗 ？IG 就那样呀。那我不知道中单啊，反正我听了，我没有去问苏小洛跟安杰，就是带上路肯定没问题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喜欢提人名呢？提人名才有可信度嘛？这你别你有可你这你含义这两个名字写着就是可信度，好吧？你不需要说人名，你别点别人啊。IG 我知道的就是，我知道的，反正因为是不是？哎，我之前说的是不是？之前他们有想过剑姬、佛耶哥、妖姬是吧？剑姬、佛耶哥啊，对对对对，剑姬、佛耶哥、妖姬嘛，他们之前。但是妖姬不一定能来，就是妖姬到底要不要回去服兵役？你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。对对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有的说法是跟我说要回去，有的说法是不要回去。那你只有问他经纪公司的人，啊，我们去问没用，我又不，我跟他，我自己公司，我那哪能去问别人公司这些事？那主要是，首先他妖姬要不要回去服兵役，这是首先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他们想，所以说我就因为直播间的很多兄弟们都在问我。就是关于那个叫谁来着？就是剑姬的事儿，剑姬的事儿就是要看妖姬的，对吧？肯定是要看妖姬的。我觉得没有妖姬，他也应该会来吧？啊，来配别的不就行了吗？他是明年是一定要打的呀。还有我觉得杰克是肯定不会回去的，别想都别想了。他们本来就没去找杰克，那网上说的什么下路是杰克，那是屎在做梦吗？怎么可能放给你啊？那没有他们，哎，对他们说哥哥的事儿，他们说哥哥，他们在刷哥哥，哥哥是谁啊？我不认识哥哥是谁，我不知道哥哥是谁。你们说的是，我只是帮你们转达，弹幕我帮你们转达，好吧？就阿水肯定不会回去啊，他跟滔博合同又没到期。除非郭浩把他卖了，那你觉得那郭浩给他开多少合适吗？那我你是郭浩，你这么多年就一个 LPL 冠军，然后你还把自己的流量的顶中顶的人去卖给别人，你是管理层，你给他一巴掌算了，你让郭浩直接辞职算了。不是我是这样说的，我觉得首先是我是觉得，因为哥哥的性格就是哥哥是愿意为滔博守城的人，郭浩又是很讲兄弟义气的，他俩是很情投意合的。只有一种可能性，他不会去的。我觉得没有，他只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滔博明年不做了。只有一种可能性，哥哥才会走，对吧？那郭浩是不会不做的呀。那包的郭浩是不会不做的。就是首先，我觉得郭浩和哥哥是非常情投意合的，就是他俩的性格是很情投意合的，两个人都是非常好的人。就哥哥是愿意为滔博守城的，郭浩杰克跟苏小洛关系不好呀，他跟安杰关系又不好。就他又不是属于那种，不是你呀，我听不见呐！啊，不是兄弟们，这也不能说，我真听不见啊！你说什么东西啊？我听不见，我听不懂。不是 ，Elk 肯定会留队的，大哥，你想一想，就是除了 On 之外 ，LPL 有哪个辅助比 On 厉害啊？他就是你跟 On 玩过，你就不愿意跟别的人玩。他去微博跟刘青松玩，他能跟刘青松逼兜子，他比王光宇还过分啊！他不会去微博的呀，那。我觉得除非一种是微博把左手搞过去了，然后微博还把 Miko 牵过去了，那我觉得 Elk 有可能去，那不然他是不会去的。大哥，你是他，你想一想吗？你怎么你会，你看他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自己想法，然后对荣誉很在乎的人，他其实好像没那么看钱啊，他不会去，他包续约的。我觉得首资走的可能性都比 Elk 大，我觉得 Elk 是98.5%都会留队的，真的啊，他真的是98.5%都会留队。他说王光宇，王光宇不是，王光宇是不会跟刘青松打的，只要微博找不到别的辅助，我是王光宇，我直接溜，我包眼睛都不眨的，他是这辈子都不会跟刘青松再打了。你干嘛，你头疼干嘛？这不能说吗？这有啥可以说的？你说你的，反正明天切片记得不要说啃猪爆料，啃猪一句话没说，啃猪现在头疼按摩的，这能说跟我没关系啊。不算吧，
啊，这有毒硬币要1000万，没人屌他，觉得他是傻逼。不是，这不是你直播间是吧？不是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这不是你直播间是吧？明天万一十三老师来找我麻烦怎么办？不是，我还在电竞圈做不做人了？你老头杯会碰到他的呀？不是，就是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我没说过一句话，兄弟，我到现在一句话没讲过啊。我到现在没讲过一句话啊！千万的呀，他都休息一年了，他什么水平嘛？老板在自己对自己没点逼数吗？他是真的呀，真的呀，就自己今天要练，不是啊，他两个大弟的位置不够，真的，啪啪，不是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不是我不是我这么说，我这太难圆了，我怎么给你圆，兄弟？不是不用圆，太难圆了，不用圆，啊。真不用圆，真不用圆吗？不会有人给他的呀。那些俱乐部经理都跟我说，最多给他200万。娘们，你们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明天你真的不要说是朱开爆料，好不好？那俱乐部经理都跟我说最多给他200。不是，反正他不要脸不要皮的，你们就说含义爆料就行了，别带上我，求你们了，明天。6, 我不想上热搜，好吧？我报等一下，我再播过你3万奖呀。我今天刷到切片说十三老，哎，等一下，十三老师，他妈说十三老师说什么？直播间有人说肯猪爆料什么什么，你和谁谁谁要一起打？不是你们冲人家直播间去干什么？干嘛呀？不是他想跟阿乐打呀，他要跟阿乐绑定呀，那更没人要了。没有，他想跟阿乐绑定呀。那我跟你们说，那个是9月底的事儿呀，是9月底的事儿呀，就9月底当时是说50十三加福叶哥是不啦？50十三加福叶哥呀，之前。不是我跟你说，天跟刘全松打不了，两个人都是需要靠别人的。现在他合什么体啊？合体摆烂啊！季后赛都进不了。嗯，大哥，他怎么合体啊？而且我听说去年的时候 ，On 和 Elk 就是情投意合的下路，他俩就是互相想一起打的，对吧？嗯这个倒是事实嘛，倒是事实嘛。他俩关系还可以吧？乐言找我，是我觉得 On 有点乐言找我是吧？啊，你赶紧去 PK 吧，我看你 PK 去了，我真的我溜了，等一下啊，行行行，回头再说吧，回头再说啊，回头再说啊。